这是适合家庭出入。这里在后面的空间呢，货车厢非常的大，所以只要带小孩呢，就有足够的空间放东西。而且它里面的高级配备其实非常的舒适，而且你看了会非常的喜欢。至于前置人来了，我介绍一下，来小心。前置就非常的厉害了，它这是犀牛皮。其实你在高速公路行驶当中，你也不用担心那小石头打到你的车，而且不会留下一些刮痕。所以你尽情的踩你的油门，尽情的奔驰，享受男人的快感。老婆，你觉得呢？那我再想想好了，谢谢你哦。不会，慢走，期待下次再来看车。